夏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你好久了，收工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啊，没事。到底怎么了？我那个，我就是心疼。心疼？不会是心脏病吧？我们去医院看看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别，我不是心脏病。 我不是心脏病，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你真吃醋了，怪不得我刚刚拍戏的时候你都没有来看我。哎呀，太傅，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，刚刚的不是真亲，都是假的。真的？嗯，而且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接吻戏了。好。